紧啊？那他疼不疼啊？你问他疼不疼啊？你给他吹吹吹吹吹吹。哎呀哎呀，真的，好了，快不疼了。爸爸爸爸。啊，爸爸，你挥挥手，这样。啊，对，慢点。砍开了还得洗，还得淤它，得整好几遍呢。这里头也挺埋汰哈。嗯。好了，洗洗它呗。嗯。这都赶上了，都预备一遍了。这个是生猴整的，这烫的，预完了刚才高手刮的。啊，你看这地方呢，它刚才刮干净的。嗯。还得搞个盐，这些扶手啊，就可以了的。扶手。放散了，这才上上。哎呀，我的小祖！他是上，就飞了。飞了，能不能上猪肉呢？不知道。哎，这贴在脑门上，这高兴啊！高兴啊！这人不舍得接，谁给他拿还不愿意呢。好看。哎，看你爸干啥呢？看你爸爸干啥呢？哎，你给你爸跳个舞去，让你爸看你跳舞去。闻着肉味挺香啊，嗯，出香味了，香味了，看看去，好了吗？妈，差不多了，我太傻了，这个孩子他大姐不好了，大姐不好了，嗯，差不多了，瞅着哈，嗯，亲了吗？亲了，再亲一口，拿柚子吃点。哪又去？你这是贪心行，这是馋的。馋的就是馋的，没办法了。馋的不饿，我吃肉了。爸，啊，鞋。哦，今天饭呢？你搞酱油。行。咱妈拌点黄瓜，要不光吃肉太腻了。就吃点素的好。出事了啊！嗯。吃点荤的，吃点瘦肉，这肉油太大。嗯。行了，给我端走了啊！够了，把那个瘦肉端着。糊的猪头肉，我做好了，吃的，这吃了，啊，吃猪头肉，加点大蒜，啊，行，下回再聊，你说啥？啊，这菜吃了，咱开始吃，嗯，吃吧，嗯，嗯，好了，嗯。我就没看你吃饭那么积极过，今天人是咋的了？还不用人家，啊，不用了吧，该。这样我妈整的有味儿，头几年的时候带点味儿。做豆豆吃。做吗？嗯。那你站着吃，站着吃。你干啥呀？老实点啊。还得你烤是吧？啊，没有味儿就愿意吃。我烤的好，你糊的好。真是熬的好。那你要找谁当奶啊？肉都出来了，当奶。你说当吃呗。瘦一身。洗了多少遍呢？嗯，多干净。鱼丸又洗，头前还洗。洗的没有出味儿。啊。
大家没有那味儿比较好吃吗？嗯，就有点那味儿，有泥味儿。哎呦，那喜欢吃不去了，没有油泥味儿麻烦。洗烤饭，你这勺子勺出来的。嗯。烤，你们看你那一烤，全是滋滋冒油嘛。对。来吃肉来了。妈妈，坐不住了。你坐不住了。嗯，你急着吃肉，要哪位啊？哎，哎呀，这个辣，这是大蒜，大蒜。